新婚的感觉，四个月了，还是 OK， 还是有啊。那老公，老公，有啊，有陪我一起，对对。接触台湾的，还有吗？其实一直都有一些剧本在看，但是公司会帮我挑一些比较适合我的，这样，对，也在想找一个比较有突破性的角色。有些好消息啊？准备好一些好消息。哦，这个顺其自然啦，对。还没，我有碰到景华啦，对，对。邱泽还没，如果碰到的话，朋友都会打招呼啊，对。差不多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